年轻生态第一班老师大型反差萌现场，台上的他是仙气飘飘、不食人间烟火的御先生，而台下的他立马切换成对 action 界的神坑第一期老朋友唐汉霄，说自己回娘家第一单立马分析，先打亲情分，他挺聪明的，不小心把东北英语解听成东北英语解，老乡见老乡现场笑哈哈。我是抖音创作者东北英语解。东北鹦鹉姐，英语英语那我们是老乡呗，老乡老乡，我先攀攀亲戚。向江叔叔被爆感团建议舞台走位，欲能直接化成喜剧人，有点高估了我自己的魅力，我以为我自己不动就可以足够有魅力，没有想到适得其反。获得63英雄数，被问到感想，卑微发言让人笑不活。你跟大家说的是可以重新投吗？投必须投，实力唱将，谦虚有梗，中国风趣，充满反转魅力。哥哥想问李玉刚老师，你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吗？